苗苗，起来吃早餐了。估计还睡着呢。没有，还睡。苗苗，苗苗起来了，起来吃早餐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苗苗，起来了，起来吃早餐了啊！起来了，起来了。 苗苗，起来了啊！别再睡了，起来了，起。苗苗，在里边吗？快点了，快点了啊！张丽好。哎。哎，房间没人呐。 啊！不，这一大早就去哪儿了？估计去跑步了吧。等我就回来了，先吃吧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嗯。您好，您不能用户习惯键。关机。你再打试试。 关机，你答对了没有？那你打，我来。真关机了。嗯，这是会去哪儿啊？干嘛关机呀？他。 就是关机，这去哪儿了？他。 集合集合集合！快，那边那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钱局长来了。变谁呢你？局长来了。走了。哎，您好。哟，真来了。吃完了。最近这伙食怎么样？菜一汤。您好。刘总。你们好。连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还不能来了。哎，不是，您当然能来。那个，我们所长还在吃饭呢。看来咱们还来早了。没有，没有。 哎，田局长，好久不见您了。你小子批评我，我哪敢呢？我们就是想您了。想您了，也是啊，这一晃一个多月没来了。局长好。小伙子挺精神的，叫什么名字？王吉祥，吉祥如意的如意。哦，吉祥，吉祥。什么？姐姐，哎，你们俩吃完了？千局。 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是要突击检查吗？怎么了？不行啊！哎，欢迎欢迎啊！<笑>人都在这儿了吧？都在，都在。本来啊，我是想过了十一就来看望大家的，这局里边事务性事情实在是太多，所以到今天才过来。我知道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情绪都很低落，这很正常。 我相信，我们新桥派出所的干警，没一个软蛋，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。谁还没个摔跟头的时候啊？是吧？摔倒了爬起来，吸取教训，继续前进嘛。没听说谁摔了跟头再不敢走路了的，是吧？俗话说得好嘛，吃一堑长一智，摔过跤，才长记性。 对不对？对。洛鑫事件是个偶然，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你们新桥派出所深层次的问题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葛所长说，洛鑫出事后，他做了一个深刻的反思，认为群众对派出所意见那么大，都是因为前几年。 只忙于表面工作，脱离了群众。那葛晨曦意识到这个问题了，在座的各位意没意识到呢？这么多年，新桥派出所靠什么？
成为人民满意派出所的。我在这工作了6年，我觉得新桥派出所给予我最大的财富啊，那就是跟着老教导员徐先军学到了枫桥经验，懂得了枫桥经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金钥匙。枫桥经验就是要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化解基层矛盾，维护社会平安秩序。离开群众，我们就会变成泥足巨人呐。警察跟老百姓是什么关系啊？鱼水关系啊。这鱼要是离开了水，它还能存活吗？是，时代发展了，经济结构呢也随之变化，那社会矛盾也就不断的变化，这就需要我们枫桥经验呢，也要不断的发展创新。但是，无论社会怎么发展，枫桥经验的实质没有变，坚持群众路线的方针没有变。我觉得你们所领导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关于枫桥经验呢，我们既要读懂，更要理解，既要继承，还要创新。我希望你们尽早的做好明年的工作准备计划。明年是你们所凤凰涅槃的关键年呢。都怪你昨晚上跟他急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一大早往外跑。你说现在微信微信不回，手机手机关机，这人到底去哪儿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一个比一个任性呢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怪他？他也是20多岁的人了，他也是要面子的，你就不能尊重他一下吗？20多岁又怎么了？他在我张凌豪眼里永远是个孩子，孩子犯了错，我就不能教育他？教育教育，一天到晚就只会说教育，你有关心过孩子的感受吗？派出所出了这种事儿，他心里也有压力的呀，啊，他也难受的呀，到现在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。一点压力他都受不了，怎么能做一个好警察？想当年我……啊，行了，你是你，孩子是孩子，别提你当年的事儿。苗苗优秀不优秀我不关心，我就是要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你说现在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哎呀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成不成？啊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？要是出事儿就来不及了，张林豪。不行，我要给他同学王吉祥打个电话，问问他苗苗有没有回派出所。对对对，打住打住打住啊！还嫌不丢人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面子？你面子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啊？你不让我打电话是吧？那好啊，那你倒是想办法，你把女儿给我找回来呀。你去哪儿？我上厕所。喂，喂，王志祥啊，今天一大早啊，苗苗啊就跑出去了，然后呢，手机也关机，微信也不回，我和你叔叔特别着急。你帮我呀，去问问你们警院的同学和你们俩共同认识的人，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，尤其是派出所的同事啊。好的，阿姨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啊。着急忙慌的干嘛啊？没事。有事儿，张苗苗不见了。不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电话关机。微信不回，人也没了上班。这个张武刚肯定又骂他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苗苗妈妈说了，这事儿千万得保密。那你准备怎么找啊？出去找啊？怎么找啊？瞎找能找着吗？赶紧去查一下，有没有张苗苗高铁、飞机以及长途汽车的订票信息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对了，老同志，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！知道，谢了。张木刚，以后再给你算这笔账。
圆圆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奶奶给你买了蛋糕，还有奶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汤圆。你等着啊，奶奶去给你煮。喂，是苗苗吧？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哎呦，你来帮帮我吧。李奶奶是吗？啊，你在那待着别动啊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你别动啊。师傅，咱不去火车站了，去碧水云天。摔了一跤，刚才是一点都动不了，现在好像还好一点。那咱们去医院吧，要不？不去，扶我到那儿去坐坐，坐会儿可能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下麻烦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来，你先坐下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脚放上来，来，我看看。这边，这边。奶奶，家里有没有什么药啊？有红花油。嗯，在这个上面。看到了。啊。啊，对。谢谢你，苗苗。疼吗？哎，很舒服，打扰你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摔下来啊，不能动了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你。您今天这样做，我特别高兴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像今天这样，第一时间想到我，给我打电话。谢谢，谢谢。慢慢揉一会儿就好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是新桥派出所的民警，我能进去找个人吗？我同事啊，在去上海那趟车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已经停止检票了，这车马上都要开了。走吧，别着急了，只要他安全就行。回头再问问陈所长到底怎么回事。说这苗苗怎么不去宁州站，这非得选择庄桥站干嘛？这还不简单，就是怕你找着啊。哎，苗苗，王强，您不用找我，我没事儿，我来李奶奶家了。瞎起哄！你这瞎起哄，你这害我白担心你一场。啊，你没事就行啊。李奶奶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？是圆圆的生日。
奶奶，对不起啊。哎，都过去了，也不能全怪你们，我也有责任。那天要不是我门没关好，圆圆自己不会跑出去，也不会出那样的事儿。圆圆是天生就这样吗？要不是他从小生了一场病，他也像你一样，能说能笑，能工作，也能交交朋友。哎，圆圆啊，从小就爱吃我做的汤圆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想给他做一碗汤圆。哎呦，都怪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汤圆全都洒了。奶奶，我也会包汤圆，这样，您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包点汤圆，咱们一起给圆圆过个生日，好不好？太谢谢您了，我们圆圆最爱热闹了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会儿。我知道，你的压力很大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，但是工作要有重点，思路要清晰，不要什么问题都自己去做，要发动群众，别丢了咱们的传家宝。是，我最近也在琢磨，怎样找到工作的突破点。千珏，还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。好事坏事？坏事就算了。张苗苗写了辞职报告，想要偷请服。这可不是好消息啊。我说怎么没见他人呢？这让张木刚知道，能气死。我跟你说啊，张苗苗要是真脱了警服，你们所就又多个污点。不行，想办法留住他。是，我一定想办法留住他。李奶奶，我们一起唱个生日歌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苗苗，哎，替圆圆许个愿吧。陪你们一起过。嗯，圆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高兴吧。以前啊，只有奶奶一个人给你过生日，以后就热闹了。切蛋糕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个拿掉。今天呀，你辛苦了。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孙女该多好啊，可以一直陪着我了。李奶奶，只要您不嫌弃，我就是你的孙女。真的？嗯。你愿意给我做孙女？当然愿意了。奶奶。哎。来，吃蛋糕。圆圆的。哎，圆圆你吃啊。奶奶的蛋糕。还有你的。的。嗯。快吃。我尝尝你做的汤圆。
奶奶，您鼻子上好像有个东西。是吗？我给你弄掉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坏小家伙，来，你这个坏家伙。我不弄，不行。你欺负我是不是？你过来。好吧，你过来。哟。苗苗，不好意思啊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嗨，回来就好。我拿行李。哎，我来帮你放。陈苏，苗苗。来，进来，来，坐。回来就好。陈苏，我太任性了。以后啊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应该先跟我说一声，对吗？嗯。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嗯，陈苏啊。您能不能把我的辞职报告还给我呀？说拿回去就拿回去啊，还给你也行，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呢？因为李奶奶。李奶奶？她今天摔倒了，但是她给我打了电话，在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，我觉得心里特别感动，这说明他心里有我。摔得严重吗？啊，就是普通的扭伤，我帮他揉了揉，又敷了药，已经没事了。我们还一起包了汤圆，一起给李媛过了生日，我还把李奶奶当成自己的亲奶奶。李奶奶说，虽然上天收走了她一个孙女，但又送了她一个孙女。苗苗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你懂得了责任和担当。好样的。赶紧回家看看吧，你爸妈都急坏了。嗯。苗苗，以后千万别这样了啊！你不知道我跟你爸都快急死了。说话别带着我。切，就你嘴硬，那自己晚饭都吃不下。我减肥呢。妈，我想通了，不辞职了。嗯嗯嗯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妈都支持你。说辞职就辞职，说不辞就不辞。你当派出所是什么呀？无组织无纪律。哎哎哎，人家辞职你骂，不辞职你也骂。再多说一句，明天不给你饭吃。还行，还行，行，行。哎，够不够啊？妈妈再给你煎个蛋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减肥。嗯，好嘞，给我女儿煎蛋去了。嗯，
又这么晚回来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谁家正经女孩这么晚回来？算了，一会儿他们就消停了，等着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别折腾了，睡吧。哎，你先睡吧。嗯，这儿一个，那儿也有一个。哎，终于找着了。谭谭，你这手串的绳子质量不太好，你明天找家店去把它重新穿一下。哦，啊，对对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谭谭，好像就我们家断电了。肯定是楼下那死老头又把电闸给拉了，你去看看去。我去。上次就我去的，这次你去。那石头剪刀布，行，谁输谁去。石头剪刀布，你去。我去就我去。亮了没？亮了。就是楼下老头干的好事儿。发什么呆啊？走，跟我去找一趟谭谭跟乔乔。又怎么了？这回不会是鸽子又被毒死了吧？哎，这冯大叔也够烦人的。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你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，这样会影响你的进步，懂吗？懂了。懂还不走？哎，老周，哎，我们要去宏大制衣找谭谭跟巧巧调解冯大叔的事。你不是跟那个他们老总宫天恒很熟吗？哎，你能不能帮忙说两句？这种事情找宫天恒有什么用？直接找谭谭和巧巧就行了，啊！不是，我跟他说，你看，走。巧巧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还有你谭谭，一会儿出来。哦。这冯大爷已经不止一次骚扰我们了，就是无缘无故的敲门。那有时候真被他吓一跳。这冯大叔说你们回家动作太大，这不能注意点吗？能让我们怎么注意啊？而且您知道这个楼它就是这个隔音条件，你们总不能让我们在家里不洗漱不走动吧？而且我们俩已经很注意了，现在连电视声都不敢开得特别大，说话声也比以前小。这冯大爷他就是故意找茬。这人上了年纪啊，睡眠质量就不好，有点响动就会被吵醒。警察同志，这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也得保证正常的生活吧。这事儿就算您找我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冯大叔说你们天天晚上很晚才回来，你们厂需要加班吗？你们这儿物价这么贵，我们再加上房租，所以就又找了一个晚班的地方。你们就没想过换个地方住？因为我们之前租的地方离厂子实在太远了，上下班也不方便，后来好不容易才租到这个地方，离工厂也近，而且价格呢也相对便宜，不想折腾了。你们干什么让我们搬家呀？不是非让你们搬家，是想让你们动作小点，多体谅体谅两位老人。那行，我们尽量好吧。你们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回去干活了。嗯，再见。哎呀，他们就是故意的，两个没教养的东西，非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你别去了，老冯，老冯，老冯，
喂，你好，新桥派出所。啊，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哦，哦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过去。哎，季江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冯大叔又跟那两个女孩闹起来了。老冯啊，你跟人两个小姑娘动什么手啊？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出事咋办呢？甭管什么事儿，你们也不应该打老人呐。不是，我们没有打他，是自己撞栏杆上的。你们存心想把我弄死啊！你们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啊，我们家老冯啊就已经躺在地上了啊。你们说说啊，他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们也真下得了手。就是啊，你别恶人先告状啊！明明是他拿棍子来打我们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。来，让让，别围着了。冯大叔，没事吧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啊，希望你们动作都心点儿。怎么又闹成这样啊？我说他要弄死我吧，你们还不相信？你看，这就是证据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先拿棍子来找我们，我们就是把棍子夺下来，然后他就躺在地上开始耍赖。他是耍赖吗？你没看见他的伤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回睡觉吧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呀，推我干什么？我也是住在这里的。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三天两头晚上吵，烦死人了。你们到底管不管得了啊？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管吗？不是，天天这样谁受得了啊？啊！请你们配合警察工作，现在赶紧回去睡觉，好吧？散了散了散了，走了。大叔，这样，您先起来，我送您回屋。有什么事儿，咱回去说。我回不了家了，我得去医院了。行。马上送您去医院，王金阳，你送冯大妈回去。冯大妈，您就踏实回家睡觉，放心吧。检查完就把冯大叔送回去。你们两个也一块去医院，然后去派出所做笔录。我们明天还上班呢。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上什么班？行了，大伙都散了吧。散了，走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来，老人家。您只是普通的擦伤，待会我让护士过来给您擦点药就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哎，那怎么就叫不要担心呢？万一我回去了晕倒了，我摔死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家老太婆腿脚又不好。老人家，您看您这 CT 都做过了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好的，我让护士过来给您擦点药就没事了啊。哎呦，冯大叔，待会儿上完药我先送您回去，您好好休息啊，剩下事儿交给我们了。哎呦，大爷，我来帮您擦个药。哎，今晚是没得睡了，我待会儿把冯大叔送回去，你带他俩回派出所做笔录。嗯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们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，真的是这个冯大爷拿棍子打我们的，我们真没骗你们，而且我们要是不上班，全勤奖就没了。对呀。先把事情弄清楚之后，你们才能去上班。行了，跟我走吧。走啊。又不是我们把他打伤的，凭什么我们出医药费？我们没钱。虽然不是你们的直接责任啊，但毕竟冯大叔受了伤。你们应该承担相应的医药费，也不多，就300多块钱。我们一分也不出，明明是他上门行凶，你们不能因为他年纪大就偏袒他吧？我刚才也跟你们说了啊，你们之间的矛盾不是只有一方的问题，双方都有责任。你们是真不嫌事儿大呀，天天和冯大叔这么闹。先不说他这么大岁数了，要是哪天他真有个三长两短。你们可就麻烦大了。
再说了，你们觉得这么住着有意思吗？鸽子味道又大，要是我啊，早就搬了。那是你啊，反正我们不搬，坚决不搬。这小子够拼的，年轻人就是猛。看什么呢？老郑，你徒弟怎么了？受伤害了？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么个徒弟？老郑，这小子可以啊，不认啊，可惜了。你怎么不认呢？哟，还连你都不服，这所里面谁敢收他呀？说的是。小静，哎，周叔，你找我，你来看看。看到了，看样子这小子心情不大好啊。多好一小伙子呀，怎么就死活不肯收他当徒弟呢？这好小伙子说了，他很优秀，这就用不着师傅了。看你怎么还跟一孩子斗上气了？他其实心里很崇拜您。前两天还跟我打听你呢，哎，找个机会给你们举办一个拜师仪式怎么样？别，这小子是警院的高材生，十几门功课门门优秀，特别是他的百米跑，11秒4，这身体素质，我这庙校哪容得下？别说是我，咱新桥派出所也未必留得住他。您看，这不是很欣赏他吗？我外公可跟你说过啊。让你把年轻人带好，把你跟群众打交道那套本事都传下来。嗨，这叫什么本事啊？你找我来就这事儿？不是，冯大叔，跟楼上那两个女孩之间的矛盾越闹越激烈，这不昨天晚上又闹起来了？陈东升和这小子去处理的，冯大叔受了点小伤，都闹到医院去了。两个女孩做完笔录也刚走，折腾了一晚上，也没个结果。所以跑到这儿发泄来了。哎，周叔，我听说您跟冯大叔、冯大妈都是老交情了。嗯。要不您出面给协调协调。给年轻人做个示范，就是给他们擦屁股呗。就这事儿，就这事儿。行。谁啊？我是新桥派出所的老周。周警官。啊。您。我猜这个周末你们俩都休息。啊。可以进屋吗？啊，可以，您快请进，您快请进。家里有点乱，您随便坐。这大周末的也不出去转转？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就想在家睡个觉。对不起。我打扰你们休息了啊！不是，我们不是这意思。你们跟楼下冯大叔的事情，我来听听你们的想法。就知道您是为这事儿来的，而且我们跟那两个警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这笔录也做过了，您还有什么可问的呀？我儿子，跟你们岁数差不多大，也一个人在外地打拼，所以，我能体会你们的不容易。特别听说你们白天上班，晚上还去做兼职，那就更不容易了。主要是吧，那个冯大爷他老蛮不讲理，而且他老想着赶我们走。对呀、啊。冯大爷、冯大妈的岁数，跟你们的爷爷奶奶差不多。你们想想啊，如果楼下住的是你们的亲爷爷、亲奶奶，你们还会有这矛盾吗？当然，
冯大叔也有错，他不能因为自己睡觉轻，容易惊醒，就老埋怨楼上出声音。你们毕竟要在这房间里生活，哪能一点事儿都不出呢？对吧？其实要怪啊，只能怪这楼板质量不好，一点都不隔音。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吧，我们还愿意听，可算有人给我们说句公道话了。我知道你们也再也不愿意搬家了，所以我来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互不影响的方法来。那要是有互不影响的办法当然好了，周警官您说。我觉得有，但是你们得配合。就这样，愿为你种下一枝一叶一花，悄悄流水人家，比邻胜过天涯。风再大，请别害怕，幸福就快要发芽。天空的宽广，是为了鸟儿自由地飞翔。大海多浩荡，鱼儿游得好欢畅。欢乐忧伤，你的向往都深深埋藏我心房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是寻常。就这样，愿为你种下一枝一叶一花，悄悄流水人家，胜过天涯。风再大，请别害怕，幸福快要发芽。愿为你点亮万家灯火小巷，将柔软的月光都揉进你梦乡。夜再长，请别迷茫，我一直在你身旁。柴米油盐江苏茶，过往飘泊，你的窗外雨下，风吹雨打，酸甜苦辣，一生有你陪伴，也难难的粗茶，冬家的茶。